台上带动跳，台下跟着打节拍，口罩挡不住老人家的好心情，喜上眉梢。红色升起来，注意看，哇，有人不是红色也升了，要赶快指导一下。慈济志工与大专青年影学员关怀板桥荣民之家，青年志工学习聆听陪伴，让老年的孤独找到出口。其实你只要付出一点点关心跟一点点时间陪伴，就可以看到他们真的很开心，而且他们也需要这份关爱。从观摩到实际帮忙按摩舒缓筋骨，在互动过程中也懂得反思。我外婆已经80岁，那她已经就是去当小天使，所以现在是奶奶一个在家里，所以我觉得要好好珍惜陪伴老人家的时间。他们或许会忘记了我们的存在，但是他们会感受到今天的不一样。就很多我陪伴，就是有奶奶或者是爷爷就掉眼泪，那其实我也会有一点心酸，因为如果每天都有人这样做，他就不会掉眼泪。暑假期间用爱来填满片刻时光，弥足珍贵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厚毅、周倩妮台北报道。